大家好，我是青青，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朋友推荐。原视频由漩涡林君勇录制，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火煮秘传队。这个火煮还有忍战宁次、忍战井野以及这个色鹿。第一，他碰到的这个对手是有黑飞。秽土半藏、水手鹰以及土主的这个组合，他是后手封学了小鹰，这样第二回合火主可以顺利的起手。小樱的状态被解了，正在加血，恰好是被火主打断了。这是故意放他奥义，然后再打断吧。玩的不错，这个井野混乱了黑飞和狗，然后黑飞把狗戳死了，自己也死了。不过我觉得他这个秘传队，他带的是睡眠，当然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带了睡眠之后，这个井野可以追打混乱。其实秘传队它加很多连击率，所以带这个四体点燃的普攻也是不错的，看需要了，看个人喜好了。如果追求就是更强的攻击能力的话，四体的点燃也是非常强的。当然，对方的这个布阵是非常有问题的，因为你有秽土半藏嘛，你可以让黑飞和这个水手鹰和这个秽土半藏站在同一排，然后这个土主顶在前面挡住这个秽土半藏，这样就减少很多的麻烦，就不一定会输了。现在这种状况下肯定是会被打死的，因为他的这个火主有分身在，他这个大火球就会一直喷。所以这一局肯定是翻不过来的。哎，他的黑飞其实是死了，但是好像还站在那里。好看，这一场是一个擂主的阵容，有三传、风神阿斯玛以及六门的小李。好的，擂主开了雷凯了，这是一个很悲剧的这个菜刀队，因为有这个宁次在，宁次是很会闪避的。这个菜刀队如果在第一回合不能就是占据很大的优势的话，就没有办法打的。然后第二回合就肯定是会被吊打的。因为这个鹿丸会给秘传队的忍者加很高的这个防御力和抗性，所以那个火主是很抗打的，比根性还要硬。然后对方退了。好，我们接着看，还看不到对方的阵容，还在转啊，看到了青，还有白，还有风主。白还是秽土的，青在用风穴，不知道有风穴水。哎呀，为什么要风也是风一号位的这个火主啊？为什么要风后面的井野啊？那个井野他自己一加血就解掉了。再说风也应该后手控嘛，等待这个井野治疗了之后再控。你这个现在控真的是，这个宁次这是要打谁啊？摆出这个架势来，应该是打白是吗？打的是秽土白。哎，为什么第二回合一开始不奥义的？哇，他这个放狗这个伤害就这样高了。看他打的是谁啊？这个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就会
在他的这个角都行动的一瞬间去打他的风主，这样对他风主还是一个后手控。哎，不过无所谓，他回合末的时候还是会控他一次，但是只是睡眠而已嘛，就不如就是混乱了他这个回合不能动，就比较好嘛。这秘传队的伤害也是高到爆表，虽然只有这个火主可以输出。没关系，这个井野一治疗他这个风穴的状态就解了。哎，这个角都在做什么？这个顶着这个奥义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看不懂啊，这个卡到这种程度的。火主喷火，一口火。小毒还没死，名次一涨，哇，挺帅的。好，我们继续。对方是一个变种的天道队。啊，这个雷主是这个雷凯是为了加查克拉吗？哎呀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没有什么意思了。直接凝刺风穴天道，你还有什么好玩的呀？没有什么好玩的。然后千代婆婆还被混乱了，对方还是有一百的查克拉退了。看来这个组合就是可以吊打菜刀队，也可以吊打天道队，就是符合这个阵容的最基本要求。然后这个是明妈、雷主、特洛伊和这个小李的这个组合，六门小李，宁次上来就把这个小李给封绝了，这是对的，因为小李他可以吸血，而且连续奥义。他的奥义是没有冷却的，可以一直奥义的，所以宁次上来就把他封学了，也是很对的选择。然后要注意下个回合明妈的打断。哎，明妈并没有奥义，明妈奥义了，然后奥义的是哪一个？哎呀，仙宫快的话盯着他的火主奥义啊。这位火主也是这种情况，明知道仙宫比你快，火主不可以一开始就点出奥义的。点出奥义就没有了，可以缓一下，他打的不是你的时候你再奥义出来。这个需要练习的。有一期节目我专门说了这个问题，就是说对方仙宫比你快，你要让过那第一个。然后去打断他后面的，或者如果他打断的就是你，等他打断完了你再奥义啊，就对了，这样是有风险的。如果刚才火主的这个奥义被打断的话是很伤的，因为你下个回合就不可以再连续奥义了啊。不过这一次他明妈是打断井野，他也担心这个井野的量体混乱，如果被混乱到量体的话，确实是自己打自己，确实也是非常的不爽。就是所以说打断技能最好的就是什么追打定身啊，或者追打风穴，这样就是你追打的时候就可以连带打断他，就算如果他没摁出奥义，他这个奥义也出不来了，这样比较好。如果单单是打断的时候，就是确实要考验你自己的这个能力了，看得非常准，或者对对方的心理猜得非常透。不是这样，这种状况下就没有什么好打的了。小李也已经奄奄一息了，被烧死了。
然后火主还没完没了的喷火球，肯定是没有的打了。这一场赢的还挺漂亮的，要注意对方仙攻比你高，不要乱摁奥义。好，我们继续。怎么感觉我站在了屏幕的右边？哦，真的是我啊！果然是这样啊，我都没有印象了。原来是和我打的，我是输了还是赢了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按理说他这个阵容应该是打不过我的。他这阵容不错，真的是不错，是平民来讲是很强的一个阵容啊，也是推荐给就是新的玩家。再次感谢漩涡林君勇录制，也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是青青，再见。